只与命运相伴，新的篇章与你开启，在同个世界，同一片天空下相遇。有事儿？什么意思？主任，这是新采的茶叶，味道特别的清香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老师，关于您封仓库的事儿，没得商量。打群架这事儿，给学校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。主任，学校不是一直鼓励文体两开花吗？我们这组建乐队也是积极响应学校的号召啊。那也没让你们打群架呀。老师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但是如果您把仓库给封了，我们乐队就没有地方训练了。这是学校做的决定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你们啊，别为难我。哎，对了，你们那个做的是什么音乐啊？全搞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雨波，你现在主要的任务是要好好学习，学校对你可是寄予厚望啊。老师，摇滚不是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您不懂摇滚。哎，你看看你看看，这音乐把他都害成什么样子了。对对对，主任，我待会儿一定好好的说说他。哎，等等，把你们茶叶拿走。是。行，不需要我了是吧？不需要我就自己回去，到时候遇到困难自己哭去吧。你就你怎么随便翻张宇博东西？我去，你干什么？好臭的胸肌！我去，老张，连洁变态啦！哎，哥哥，等等我。大家也清楚我们今天过来的目的，有些话虽然不想说，但是不得不说，今天是我们乐队最后一次合唱。我们燃烧乐队经历了两年的风风雨雨，现在只能暂停排练了。没关系，大家别泄气，等咱们找到了新的场地，一切就都恢复正常。来，一二三，加油！
喂。喂，张永博，好几天都没见到你了，你在哪儿啊？我有点担心你。我在仓库。哦，好。我，你要喝吗？不就是仓库被封了吗？你再去找一个不就好了？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啊？现在大家都瞧不起我们，觉得我们玩摇滚的是不务正业。你知道吗？当初开辟这个仓库，就已经费了很大力气。现在可能像这样的仓库已经没有了吧。每一段成功音乐的背后都会经历一段孤独的历程。还有，难道你做音乐就是为了给别人看吗？不是啊。那不就好了？做音乐的本身就是让自己的内心快乐的，所以你何必去在乎别人的目光呢？实在放不下的担